就要在这里立一个 flag， 我要给油这个生意倒闭。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数字是什么？你对我到底是有多冷淡？我只相信你的眼神。有伤吗？哦，上吊，上吊！欢迎收看《血实验室》，我是 OK。旁边这位美女呢是肉肉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要吃肉肉，就要吃肉肉。今天我的鼻音会有点重呢，因为我的鼻鼻在这里啦。我用这样的开头呢，就代表我们今天要实测这个东西呢，是跟油有关系。什么油？butter 葵花油。不是。什么油？来转一下，心动的信号。我们要比哪个土味情况最牛？最牛还是最油？最牛。最油，最牛，最油，要纠正我。OK， sorry。现在我就要用最最最油腻的方式来讲这个 slogan。你讲一下。我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解决你的疑惑。所以我们要怎样实测？放在我的胸口用。要自作多情啊！用土味情话互撩对方，心率仪最高的代表最牛。这样夹在你的手，应该是哪一只手都不用紧了。脚趾可以吗？啊。怎么脚趾？其实我很好奇 ，normal 的心跳是多少，你知道吗？听讲好像是大概80到100是正常的。你看那边，对我是都没有感觉。这我是65的，差不多。60，我现在开始的是大概66了。然后我现在是117，我今天就要在这里立一个 flag， 油腻东西哦是刻在骨子里的。我要看到这个 video 每一个人。有主菜都不用放油，我要给油这个生意倒闭。最近流行清蒸啊，不用放油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入这个土味情况，哪一句最牛？嗯 ，OK， 你来先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我真牛。扯的声音有很多像，我的心在为你狂跳，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。你不吃这套啊？哎，115哎，我给你112哎，你刻在骨子里了，就这样子罢了啊。油腻东西哦，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中间的，你是读什么系啊？我读 mass com 的。你知道我读什么系吗？什么系？我读 OAC。你会听 Hokkien 吗？不是，你不要。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我没有嘞。上一任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首学见了我。啊？怎么嘞？哇，你是群主要问，你群就是要问吧？哦 ，OK OK。好好，你自己会觉得你要撩我？他这种东西让你出其不意，这样。好好好。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数字是什么？我的 lucky number 是7啦。嗯，最浪漫。浪漫啊。嗯。一。不是，是5。你看你举你的手。不可以啊，这个掉到89啊！你平时有喝酒的吗？心情爽爽就喝一下。你觉得什么酒是你喝了很容易醉呢？只要有你在，我看什么酒都会醉。我的心跳又要跌了，我跟你讲。不是 whisky， 不是红酒，不是啤酒，是我想跟你长长久久，天长地久。你现在是不是很想靠999？我这个没有心跳到喊声跳了，不要跳了啊！直接关机啊！喂，你不吃这套的吗？你到底是吃什么套？吃你那一套。哎、欸，上面。我本身就是心跳比较快的人。像你平时喜欢吃面吗？如果你下面给我吃、啊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不会走这种路线的。OK， 要成为一个面的话，你会成为什么面？我不要面的面。假设啦，假设。啊，我讲面。客家面。客家面啊，忘记这个梗了，等一下又想一下。哦，你没有抓住我的话讲。啊，sorry。你要讲。哇，这会爆面。这你要成为什么面？我想要成为泡面，这样我可以泡你吗？从来没有心跳的，你不是人类，你有没有心跳的？他就觉得动我，还可以这样子吗，导演？哎，真是没有嘞，你的脉搏在那里，在你心里。你知道我大过你的？我知道啊，姐姐。你九几的？我不是九几，我00的。真的吗？啊，我发誓。所以你是属？属龙。属龙。刚好00哦。那你知道我是属什么？属牛。你今天有喷香水吗？有。哇，难怪这样好玩，让我试一下。你对我到底是有多冷淡？今天是动了手术伤啊。我帮你按摩。不是，我想把你搂在怀里。两个人的对象被你搂真是很烂。你不是最油腻的人，啊、不是以后炒菜都要用油。
我觉得我讲的都很油，只是你不行动。你有油到哪里？一个人这边，你看。对，这样我要出绝招了。每次新年嘛，嗯，初十我们都会做什么？吃汤圆。啊，初十吃汤圆了没？不是，每次会抛竿。我是没有烂的头发。我也是没有抛竿、啊，因为你是我的小心肝，小心肝，小心肝。我放弃了，这个人对我一点都不心动。你对我有心动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拿一个 T 恤来。你的眼睛里面有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有我。哎，你眼睛也是有东西？有什么？眼神？不是，有我的目光，锁定你的目光，我的目光。锁定你的目光，秀出我的花样，我有我的样。我们两个人生出来的孩子会好看吗？当然好看，我们两个颜值这样高。谢谢。那你想要他是在几月出生？自然生就好，你就不用这样辛苦。会痛耶，自然生。生孩子就是痛啊。那你觉得要什么星座会比较好？难道是为你量身定做？不管什么星座都会是我们的代表作。我不知道他。其实我们人呢都会有信仰的嘛，你相信什么？不相信也是可以的。我信，我只信你。我本身不信啦，我只相信你的眼神。有上了，哦，上了上了，120多。所以总结来讲，我觉得这个撩妹语录啦，不能，因为这个不能太刻意，对，它要很自然的，很自然的发生，这样子才会真的是有被撩到，或者对对对，如果我们这样刻意哦，因为我已经知道你下一步要讲什么，就一点心跳都没有。可是我刚才讲这样多吗？你觉得哪一句是哎，你有 surprise 到的，就是你网上没有看过的？你讲了什么？讲这么多东西，我觉得那节奏要慢下来。我觉得我们很奇怪，在这里叫人家讲撩妹，很成功。然后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油。你还需要再多加磨练。好，姐姐。多放得一点油。好的，有点不一样。好的，姐姐。好，弟弟。好的，姐姐。喜欢这个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留言还有分享这个宣誓仪式。如果想看我们拍什么样的实测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，让我们知道。我们下次来解决你的疑惑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不用放油。会辛苦是吗？不是。我觉得我要破你的歌了。直接关机了。他已经没有 battery 了。他已经放弃了。什么有啊？我要跟你面对面。不是。这种人你看还要看网上的，看来还是需要刷一下。我也是忘记了，我看一下。